为了协助身心障碍甲中高龄的人进入职场，这道通报是鼓励即头家透过职场学习佮适应的计划，提供予即个失业的人有职场学习佮就业的机会。劳动部会即补助头家基本的工资，用人单位行政管理佮辅导费三到六个月。另外，卖补助即头家每一个人每个月13000块到15000块的奖助金，来鼓励因提供头路予弱势朋友。四十五岁个新娘。韩东叔讨论机台出问题所在，认真去维修机台，因为伊有这样子性脊椎炎，过去大部分只会当靠着拍散工维持生活。后来经过好个就业中心的协助，透过职场学习和再适应计划，找到包装袋工厂的一块，现在已经成为专业机台维修师傅。因为我的技能就偏向于修理类的，然后刚好接触到公司的这个职位，刚好也是。维修机械类的，所以对于我的方向刚好比较密合。劳动部针对身心障碍失业者调查显示，身心障碍失业者离开顶一个工课的主因，是让主管和同事人际关系出问题。为了鼓励雇主提供就业机会给身心障碍者，劳动部提出奖励计划。由劳动部补助雇主基本工资以及用人单位的行政管理及辅导费，那补助期间为3个月，最长可以延长到6个月。另外也有补助给雇主每人每月13000到15000元的奖助金。后尾最后张雪嘛讲，吴新娘过去嘛捌因为身体袂痛，加上当时伊也刚讲，捌长达7年的时间无一份正常的工课。但现在已经成为专业机械维修师傅，劳动部嘛希望借由将来计划，鼓励雇主提供就业机会给弱势朋友，让伊会当找到自信。记者杨明报道。